这样可就要委屈你了，洛甫，你连副总责的职位都愿意让出来，我这个总政委更可以让给张国焘了。主席，您觉得呢？如今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是我担心啊，总政委这个位子真的能让张国焘满意吗？ 1935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避免红军分裂，中央决定增补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委员，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分左右两路军北上。8月下旬，右路军各部陆续踏上了草地行军的征程。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派人前往上海，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通报共产国际，同时尽快恢复屡遭破坏的白区党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对上海情况较为熟悉且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陈云，成为担负这一使命的不二人选。他辗转来到上海，很快与地下党员张秋阳接上了头。请进。 他们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张经理，存个钱。李先生，快请进，快请进。出什么事了？不是说没有重要的事情，不联系吗？请坐。这是。 潘汉年同志给你的，按这个地址和暗号去找人，他会和你一起负责上面说的事情。今后还是由我和你联系，这里人来人往的，我们联络不会引起过多的怀疑。我知道了。哪位？是我，李建生。我们在江西一起做过生意，后来我去了四川。来了。 请进。接到的通知是按地址找联系人，没想到竟然是你。我也没想到啊。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又见面了。谭秋，怎么受伤了？严重吗？已经快好了。中央苏区沦陷之后，我们一直转战，有一天夜里不慎跌下了山崖，伤了脚和耳朵。闽西南那个地方缺医少药，我的伤口啊严重化脓。 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乔装成一个南洋华侨，先到了汕头，又去了香港，最后啊，还是决定回到上海就医治疗。想来你已经知道了，共产国际要求我们尽快去莫斯科。正是因为接到通知才来找你的。可现在日军已经占领东北，如果从东北走陆路，安全很难有保障。可如果从上海走水路，要想顺利登船，恐怕。 已经决定了，走水路。听说宋庆龄先生会帮忙，到时候他会派人把我们送上一艘去往海参崴的船，然后我们再乘火车去莫斯科，具体行程，潘汉年同志会想办法通知我们的。懂了。哎呦，你怎么来了？来来，我来统计一下伤病员的情况，你们营怎么样？今天又有两个中尉号走了，现在我们缺医少药，又几乎断粮。如果不能尽快走出草地，我担心还会继续减员。是啊，连马也杀得吃肉了，蛮、皮带，就连鞋底都煮了吃了。 现在只能吃一些野菜和草根。这鬼地方还没到9月份呢，晚上就比瑞金的冬天还要冷。我们连件夹袄都没有，就算是没伤没病，过了这个草地，也得脱层皮。怎么了？这是？来来来来。
这个小同志怎么了？我们去找野菜，他看到一种不认识的野菜，尝了尝，尝过之后他就吐了，吐得很厉害。那野菜肯定有毒。快快快，给他借点热水。来来来，小心，来，喝点热水，慢点，小心烫啊。没事，吐了就好了，我死不了。你们赶紧去告诉其他同志。 让他们千万别吃这种野菜，要不我就白受这罪了。因为尝野菜中毒，我们营已经牺牲了两名同志。哦，这洋芋是发给病号的，啊，我带了两个，你快收着。董老，这是你从自己的口粮里省出来的吧？哎，别瞎想，这就是你的病号饭。啊，董老，你就别骗我们了。我们知道。 你把洋芋省下来给其他的同志，结果你自己饿晕了过去。这洋芋我要是吃了，要拉肚子，那肠子的。你要是不收下，我就不走了。左路军让董振堂的五军团，左先头部队由查理寺、坦路向班右前行，而大部队则向阿坝进发。没有一支部队来向我们右路军靠拢。 如果张国焘毫无保留地执行这几次会议的决议，他还会阿坝做什么？还没会师之前，张国焘就谋划着往南打，打到成都去。四方面军的宣传口号就是“打下松潘，直下成都坝子”。我认为啊，直到现在，张国焘还在南下和北上之间举棋不定呢。张国焘自从去了鄂豫皖苏区。 就把党政军大权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几次开会，他反复纠缠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就是想在党内树立他的权威，想让他服服帖帖地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没那么容易啊。哎，我们为了组织团结，已经向张国焘做出很多让步了，可他压根就不领情啊。眼下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一。 让张国焘执行北上战略；二，巩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嗯，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前敌指挥部和中央的合作倒是很融洽。嗯，问题呀，就出在张国焘身上。幸好啊，朱老总在左路军和张国焘共同指挥，张国焘不能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了。我们还是要继续想办法说服张国焘，让左路军尽快北上。 1935年8月，右路军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到达草地尽头的班右地区。中央要求左路军迅速出兵班右，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置之不理，拒绝北上。9月10日，由于获悉了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中央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他们率军北上。 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红军的团结，这是不折不扣的逃跑主义。张国焘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率部北上，他们执行的是党中央正确的既定方针。这怎么叫逃跑主义呢？可北上是一条绝路，不拖死也会冻死。南下才是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四方面军的战士中有大量的四川人，都盼着打回老家去。我们早就应该杀个回马枪。 回师南下，直捣成都。那一方面军还有大量的江西人呢，照你的说法，那一方面军是不是应该调转头去打回江西去啊？不，以前我们行军被噶曲河拦住了，你竟以河水上涨，部队无法通过为由，电告中央要求返回阿坝。你说当时是不是完全可以想办法渡过噶曲河的？你这些拒绝北上的理由完全都不成立。 我知道，你一贯反对南下。我发给中央的那封电报，你就拒绝署名了吗？国焘同志，一方面军经历了一年多艰苦的长征，四方面军也经历了反六路围攻和川陕会剿，两军的损失都很大呀。现在的革命形势很严峻，在这个时候。 一四方面军更应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分歧，孰是孰非，可以慢慢谈嘛。我想总能谈得通的呀。有什么好谈的？跟那些逃亡主义分子怎么可能谈得通嘛？ 左路军南下的决定已经不可更改。朱老总，伯强同志，我希望你们马上跟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我跟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战斗工作，而且在遵义会议上。 也确立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划清界限，就算你把我劈成两半，你也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刘伯承同志，你是支持北上还是南下？也表个态。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的东三省，红军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坚决支持。 恐怕左路军里还有一些人也反对南下。对于这类分子，只能通过斗争和教育，让他们转变思想。可对于那些坚决不改正错误的人，无论是谁，都要予以纪律制裁。 请便。我们虽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接下来该往哪去，又是个问题啊。是啊，北上抗日是毫无疑问的，但去甘肃、去宁夏，还是去中苏边境，我们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北上红军只有7000多人，这些地方都不现实啊。 我现在就想知道陕北红军是什么情况。蒋介石这几年可没停止对陕北红军的围剿，我觉得情况可能不会太好。报告，主席，快进来，就等你们了。这么多呀？这一带啊，盛产药材，往来客商很多，商人们在邮政代办所订购了很多报纸，我们把近几个月的报纸全带来了。太好了。 天无绝人之路啊！你们看，我找到答案了。我们到陕北去，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陕北红军，更有一块和江西差不多大的根据地啊。好啊，如此一来，可再次致电，要求四方面军北上，出辣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我看啊，这次他们还有什么借口？报上说，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正由陕南一带向陕北进发，顺利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了。陕北。 离哈达铺也就七八百里啊，胜利就在眼前了。陕北这个落脚点来之不易。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带领当地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如火如荼，使得陕甘根据地得到了有效巩固，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培厚了土壤。经过20多天艰苦行军。 中央红军终于到达了位于陕北根据地边境的吴起镇，与由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整编而成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紧接着，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红军取得了直罗镇大捷，粉碎了敌军对陕甘边苏区的围剿，巩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次作战。
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加一个团，真是一场痛快淋漓的大胜仗啊！蒋介石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我们彻底粉碎了。这场胜利，让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去发展军队、扩大革命根据地，从此我们就可以在陕北扎下根了。直洛镇一战是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推动全国抗战，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啊！ 主席，还有5000多东北军的俘虏，你打算如何处理？东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张学良本人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与日本侵略者呀是不共戴天的。东北军从军官到士兵，都盼着打回老家去，他们是打心眼里不愿意打内战的。我们要努力的把东北军争取到我们这一边呢。是啊。 这5000多俘虏，不但一个也不能杀，我们还要对他们好好做一番工作。除了在生活上给予优待，对所有的俘虏都要进行政治教育，让他们了解我们为什么革命，还要让他们明白，东北军应当同红军合作抗日，打回老家去。还要办一个军官政治学习班，把被俘虏的军官、特种兵和政训人员都集中在一起，送去学习。 着重对他们宣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来，明后我不妨亲自去给这些军官上一课。好啊，那我就和主席一起做一回教员。完成了政治教育之后啊，这5000多个俘虏统统释放，希望他们回去以后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好，主席。 我们自己同志的政治教育也不能放松啊！现在，我们在新的根据地扎下根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不是也该恢复了？我正有此意啊，连校长的人选我都想好了。是董老吗？没错。当年在瑞金啊，董老做过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教务长、副校长，如今要复校了，校长非他莫属啊！ 洛甫啊，董老，来得正好，快坐快坐。哎，只有小米干饭了，你将就着吃。嗨，过草地的时候吃的是野草、野菜，连洋芋都算是美味佳肴了。现在啊，顿顿都有小米干饭，还宽饱，有什么不满足的？那，这是中央党校第一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的学员名单，我整理出来了，你看看。 这么多人，中央党校是由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陕北特委党校两所学校合并组建的，人数嘛肯定要多一些。再说，主席下了任务，要求啊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中央精神尽快传达到各级党组织，所以啊我要尽可能多招些学员。可是，这么多学员，别说是教室了。 就连桌椅板凳都不够啊！上课的地方我已经物色好了。哦，除了瓦窑堡附近的安定第二晚小，还有多余的空屋子吗？瓦窑堡镇东边有片小树林，南边啊有块空地，学员们可以在这两处地方上课。至于桌椅板凳，我看也不需要了，席地而坐就可以了。 可马上就要12月份了，西北风整天呼呼的刮，露天上课，就算学员们挺得住，把你给冻坏了怎么办啊？嗨，我这个老教书匠年纪是大了些，可是身子骨还硬朗得很，没那么容易冻坏。再说了，我们连那座常年积雪的夹金山都爬过了，还怕什么呢？董老。 我就佩服你这种不怕吃苦的乐天派精神。行，那就按你说的办。来，先吃饭。哎，来。
董老啊，把这件棉袄带回去，上课的时候穿。嗯，乐福，这就不必了吧？你自己也没几件衣服吗？你还是自己留着吧。董老，你要是不收这件棉袄，我就不批准你露天上课。好，我收着。来，坐。乐福啊。 还要麻烦你帮个忙。你说，现在的学院里面很多都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我想请你再给我拨几个老师，教教他们算术、语文之类的文化课。没问题，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你尽管提。哎，还有啊，洛普同志，人我给你带来了，林玉英。 哎，原来是你呀！哎呀，哎呀，你我就放心了。英同志，董老，真没想到你还认得我。怎么会不认得？你在武昌入党之后，虽然我们很少见面，但我和你弟弟林玉楠很熟的，经常说起你。是吗？还有林彪啊，他们林家三兄弟可真是一门三杰呀！来。 我们坐下聊。哎，好，真好。你们先聊，我去安排张浩同志的住宿。哦，对了，记得安排的离我们近一些。好。来来来来来，来，我帮你。哎，哦，对了，还没吃饭吧？没有。见到邓发同志后，就着急往你这边赶了。小王，带去炊事班拿一份饭来。是。哎，好，来，快快坐。 之前听说从莫斯科来了一个叫张浩的，啊，我们还奇怪是谁呢。我到了陕北定边，发现当地有党组织，就去联系，谁知道发生了误会，他们以为我是国民党特务，就把我扣押起来了。幸好他们当时马上报告了陕甘晋省委，省委呢又向中央做了汇报。我想这个张浩说是莫斯科来的。 会不会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呢？可要慎重对待啊！就派邓发同志亲自去定边处理此事。没想到张浩竟然是你呀！哎，为了安全，取得化名了。一路上还好吗？哎，我走的是蒙古路线，这条路啊难走得很，长途跋涉几千里，还要穿越沙漠，路上颇费了一番周折。好在总算找到中央了。 共产国际这次派你回来是有重要的任务吧？嗯，两个任务。一是重新取得与中央的联系，我带来了新的密电码；二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你随身携带着密码本和文件，那可太危险了。当然不能随身携带了，我呀，嘿嘿，都记在这里了。<笑><笑>早就听说过你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啊！共产国际派你来。 那是选对人喽！我会尽快把新的密电码和共产国际的决议默写下来，交给中央的。好啊，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还在直罗镇，这几天会来瓦窑部，到时候我们一起替你传达。好，来，放这里。好，来，哎，来，好，吃饭，吃饭。 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号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争取建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发布了为抗日救国、搞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一致对外，为抗日而奋斗。 共产国际派我回来啊，就是为了向中央领导传达关于统一战线的最新精神。嗯，上个月中央刚刚发布了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关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的部队，我们都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我们也一直积极地在做着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看来我们的主张和行动与共产国际最新的指示啊。
不谋而合，我们应该尽快召开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商讨新形势下的政治路线问题，特别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余英同志，今天不仅要跟你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想和你谈谈。12月5号，张国焘。 发给中央的电报，你看了吗？洛副同志给我看过了，让我非常震惊。张国焘竟然是以党中央的名义发的电报。他还在电报里指责我们冒用中央的名义，还命令我们以后改成北方局，简直是岂有此理！我们也是收到了这封电报才知道，张国焘在川西另立中央了。三个月前，他违背中央北上的方针，坚持左路军南下，我们就看出了他另有所图。 如今，张国焘以中央自居，把他的野心彻底暴露了。如果任由张国焘一意孤行下去，我们的党和军队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呢。朱老总和薄城同志在左路军，有他们的指约，我想张国焘应该还不敢做得太过火。但是，张国焘远在四川，又手握重兵，中央的约束力不够啊。 余英同志，你可否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教育帮助张国焘，把他和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重新团结到我们这边来？我一定竭尽所能让张国焘转变立场。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此人一向是自视甚高，而且他多年来在四方面军独断专行，要想说服他不可操之过急，还要讲究策略方法。和张国焘的矛盾不宜激化，为了表示中央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呀，不妨暂时变通一下，做一些让步。张主席，电报。 收到林玉英这封电报，甚至比打一场大胜仗更让我高兴。玉英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当年在白色恐怖的危险之中，一起在武汉搞公寓，称得上是生死之交啊。那这么说，我们可以通过林玉英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你先下去。 林玉英这封电报措辞很客气嘛，他想必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正好，我们要尽快回电报给林玉英，向他全面揭露毛泽东周恩来的右倾逃暴主义路线，以及他们分裂红军的错误，让林玉英明白什么遵义会议北上陕甘统统都是错的，并请他将这些情报全部汇报给共产国际。我们以党中央的名义回电吗？当然了，还有啊。 我们南下之后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要写到电报里。百丈阵一战怎么写啊？虽然敌人的伤亡比我们严重，但我们毕竟也损失了近万人，部队南下成都平原的计划也暂时终止了。只要我们战略方向是正确的，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我们跟敌人对峙的同时。 正好可以在天全名山雅安一带发展苏区，作为我们将来南进的稳固根据地。好，就在电报里这么写。哎，还有，请共产国际尽快派人来我们这里，这样更便于我们和共产国际直接联系。只要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我们这个党中央就名正言顺了。好。 1935年12月，国民政府为了迎合日本华北政权特殊性的无耻要求，
竟批准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身处抗日前线的华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学子，痛感华北沦亡已迫在眉睫。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但当局却无视爱国学生的正当要求，对示威游行进行了血腥镇压。回来了，你要的书我拿回来了。下周的课用不着这两本，你拿它们做什么？下午我们会计部开了个会，说是当局通知北平大中学校把寒假提前了，应该是怕已经持续了一周的罢课闹大，所以我把讲义都给你拿回来了。最近街上太乱，没事你别出门。我看报上说，继9日、16日北平举行爱国游行后，青岛、南京等地的学校也纷纷行动起来了，各地都在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当局停止卖国行径，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事实证明，只要所有人团结起来，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呐喊，这声音是能被听到、被重视的。孩子们早就放学了，怎么还不回来呀？爸妈，我们回来了。来，咱们来比赛，一二三。怎么现在才回来啊？你们手里拿的什么？路边大学生给的。一二三。放学不按时回来，还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在外面玩，下次不许这样，知道吗？你打我干什么？打的就是你不按时回来，还在外面逗留。又怎么了？哎，这不，回我有话好说呢。到底怎么回事嘛？我刚才路过军警抓学生的地方，地上流着一只血。上面还有血迹。两次游行，被抓的学生有几十个，被水龙大刀木棍所伤的更是有好几百。报上说平时因警戒严重，得无大事。他们哪里只是警戒，他们是在到处搜捕参与的学生。幸亏他们要是在街上被军警不分青红皂白的抓去了，这怎么办？好了，我去跟刑天谈，下不为例。你去给孩子们弄些点心吃，好不好？饿了吧？吃点心去。好了，别哭了，再哭就成小花猫了。啊，刑天。爸爸，妈妈今天是怎么了？妈妈呀，是害怕你们出事，一时着急才会这样。来，喝口水。哎，刑天，你读过传单没有？读过了，里面还有个地方我不明白。
刚才还想来问你。哎，哪句？就这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别看这句话短短十余字，却是日本入侵华北以后的真实写照，满含血泪啊！日本帝国主义早有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野心，策划了个什么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唆使汉奸发动叛乱，成立了冀东内蒙伪政权。可国民政府呢，竟然还在继续不抵抗政策，同意在两省之间成立一个所谓的自治机构。我知道，是不是叫冀察政务委员会？听学长学姐们说，游行就是为了反对成立这个委员会。嗯，此刻我们的国家都丧失了主权和独立，我们所在的华北大地已处在沦亡的边缘，何谈教育？所以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眼下这句话从无数的青年口中喊出，这说明他们从来就有爱国精神和忧患意识，从来就有与祖国患难与共的担当。嗯，知道，这几天同学们都在说祖国如有难，汝应做前锋。这就对了，这阵子大学停课，爸爸只能闷在家里，但心情却还比之前舒朗些。想起了我和你妈妈年轻时的事，那个时候你还没出生，我们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组织，和一群同样年轻的同志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你们的理想是什么？改造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虽然后来爸爸离开了那个组织，但爸爸相信这些年来国种已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撒下，这次的北平抗日爱国游行就是由他们领导发起的。这一年的十一月初，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集体合影时汪精卫遭到刺客袭击。据查，这场由爱国人士发起策划的刺杀行动，目标原本是蒋介石，而当时他恰好不在场。但无论如何，这是民众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一次反击，也是民生凝聚的一声呐喊。连中三枪的汪精卫在南京治疗了一段时间后，转到上海继续就医。作为汪精卫的心腹，陈公博陪护左右。公博兄，佛海，你怎么来了？你说巧不巧，咱们两个平时在南京都很少碰到，这一来了上海倒是有缘分。这里是汪先生的病房啊，应该跟缘分扯不上什么关系吧。大家都关心汪先生吗？我来上海办点事，这一想到汪先生正在受苦，我心里不安呐。我怎么听说汪先生要去欧洲治疗，暂别政坛？孔伯兄，不知道这是谣传还是确有其事？当时的惨状你也看见了呀。啊，幸亏抢救及时，能保住性命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不是手术很成功吗？这左额和左臂的弹片都顺利取出来了。问题就出在背部的那颗子弹上，它卡在两节脊椎骨中间。哎，这一个多月以来啊，汪先生是深受其苦。国内的医疗条件毕竟有限，这里的德国大夫建议先生去外面治疗静养一段时间。汪先生一走，这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的局面，怕是要正式画上句号了。要说画上句号，恐怕要从汪先生中枪倒地的那一刻算起吧。汪先生因身体原因不能在长里中枢，他蒋委员长就顺理成章地兼任了行政院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你看看现在政府的关键部门还剩下几个汪先生的人，我自然是要跟汪先生共进退的。
所以辞了实业部长。我那个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不是也被老弟你取代了吗？哎，这是哪里话？福海岂敢夺人之美？明明是龚伯兄，弃职在先，我才受蒋委员长的指派做了这个位置。你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绕来绕去，不就是想说汪先生遇刺的时候，蒋委员长不在场吗？这不是坊间有些传闻，说蒋委员长跟之间事情瓜葛。但你应该明白，汪先生的那几枪，根本就是替人受过。我心里也一直为汪先生抱不平啊。蒋汪合作这三年来，汪先生替蒋委员长抵挡的，何止是这区区几颗子弹？这倒是句明白话。龚伯兄啊，我听说汪先生遇刺这个消息刚刚传开时，上海那边不知道谁起的头，竟然造谣说你也中枪了。别提了，当时在四川北路有几家报馆，还把我的照片挂在新闻橱窗里。旗帜领航，巍巍巨轮乘风。